我是刚摸黑列车上那2019年1月12号，也7度37的，七零五十八万，怎么回事？是11374，进入北回线，将三线了，开往苗栗的用80/7500全了。1374，那第二车是将北回线，三线北回线刚花了 PP 这些。吧，有点慢。有，也是08事件，花东上台东的泰鲁格事件。通过，拜拜。是你把时间花到银行贷款，还有个时间你通过，那个时间了，拜拜。